为1001恋，香蜜沉沉烬如霜等剧。在前段时间的热播，邓伦小哥最近可是很是繁忙，除了剧组综艺来回跑外，还要抽空去当伴郎。没错，就是当伴郎舞脸。昨天再又刷了一波新武林大会后，小伙伴还在那念叨着说哪里还能找到邓伦小哥，没想到今天邓伦小哥就上热搜了。只是小哥的咋还穿上粉色的纱裙，手里还拿着兔耳发卡。原来邓伦小哥今天去石家庄给朋友做伴郎，虽被恶搞，但邓伦小哥笑得还是很开心的嘛，大笑。今日有网友爆料，邓伦来石家庄做朋友的伴郎了。在现场的邓伦小哥不光有被恶搞，穿起了粉色的纱裙，还有粉色的手托儿发卡，粉色的蝴蝶结。看到邓伦小哥旁边的那位伴郎，小编还是很期待邓伦戴上兔耳是啥样子的吗，大笑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呢，突然的很是羡慕这场婚礼的伴娘舞脸。